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年终歌友，等我的大话叫天气。今天是一个垮掉歌王的舞台，你为什么唱那么好？准备好了吗？这就是好了吗？兄弟，奔跑吧音乐，欢迎来到奔跑吧年终歌友会，有请歌友会的主持人邓超。不好吗？刚才谁说想我来着？之后再出来的你们都不想，对不对？漂亮，喜欢你们这样。 OK， 言归正传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奔跑吧中年歌友会。哦，年终，对不起，剪掉啊。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初夏早晨，我们将为观众朋友们送上一台稍微有一点点草率的歌友会。今天光临韩会的不仅有你，有我，还有华语乐坛响当当的两位歌手张杰、张靓颖。哇哦！欢迎来到奔跑吧中年歌友会。哎，为什么你们两个没有？没有啥，没有这种这么帅气的袍子，因为我们不到中年。还有一个原因，你是袍子他爸是吧？砸场子的是吧？哎，你们今天这个是有分队的嫌疑啊？哦，我才发现这有一个绿色和一个粉色的椅子，请坐上你们的宝座。今天的分组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深意呢？我们用歌声来揭晓。首先我们将请出修完音听着还行的陈赫，以及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曾是歌手的王祖蓝，有请他们。打开心里，真唱哎，我去选的修正，无不非一旋，打不动的沉默，柔柔的暖意，带着深情的温柔，绵绵细雨沐浴那昨天，昨天，昨天激动的时刻。来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，相约酒吧。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，相约在永远的青春年华。心相约，心相约。相遇一点又一点，无论咫尺天涯。杰哥还可以啊，真的可以的，有一种这个腾格尔在唱《相约酒吧》。我呢，你再唱两句来着。真的羞涩，哎呦。没有录音，都真唱。你们心目中想分的队是哪队？随缘吧，改姓。随缘吧，改姓。你随缘，祖蓝呢？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带一个队。你们真的对我们两位导师真的是太不尊敬了。那你们自己揭晓一下吧。
哇，很像的。哇，一只花蝴蝶飞过来，耶，非常好。接下来要登场的是，每年愚人节都会出唱片的，大声的告诉我，原来大家都知道，那就是 Angelababy。 我们请二位歌神帮我们简单点评一下。其实我对这首歌不是很熟，中间有说唱吗？什么都没事 ，baby， 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后悔了，我应该一整首歌全都 freestyle， 一走出来就是 rap， 紧紧贴近你的耳朵。有什么误解吗？就一句紧贴近你的耳朵。哎 ，baby， 就是没有音乐的时候是唱的最好的，因为他特别紧张。特别紧张，他就算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，他还要选择跟我们来互动，真的，这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的。Baby， 你自己说一下自己的感受。我觉得时间太短了，不够展示啊。对，我可以唱一整天。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，来吧，相约一九九八，相约一九九八。哎，你们听不出来最后一个字说唱吗？接下来揭晓一下节目组安排的分队情况。恭喜张杰战队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有着和 Angelababy 不相上下的功力，京城的耳膜杀手，掌声有请李真。太阳出来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春天歌词再来一个，看串行了。我遇到妹妹啊把手牵，抱一抱抱着我那妹妹上花轿。等一下，我问一下，你们给我的这个是降了 key 的那个版还是原版？哦，这肯定是为了你着想，就是降掉的。降了吗？降了。这样，我们让杰哥唱两句，好不好？来 ，music。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
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她笑呵呵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她妹妹啊把手牵，又到山地我走一遍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要不然你跟亮子再唱一遍。好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也把手牵，又到了山顶我走一遍啊，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耶、yeah, ，我好高兴啊！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，baby。为什么？要不要不要？你俩要不要合唱？我今天不是，我今天都跟 baby 说好了，在场下我们准备的时候 ，baby 就跟我说，你今天能不能帮我垫个底？你放心，这个事儿交给我了。来，抱一抱那个，抱一抱，抱着那个月亮它笑弯了腰，抱一抱那个，抱一抱，抱着我的妹妹上发条。你发现没发现，负负得正了？不是，那倒也没有，就是。唱歌唱歌，我们第一次觉得我们进不了歌。我们很想唱进去，把那个可以拉到一个，就从二环路拉到正常的。拉进去。不是，我们不知道在几环。不知道怎么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有没有害怕？我们这是歌魔，各种歌神都不可能触及到的一种领域和境界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大黑牛的战队情况。哦，果然在一队。战队，宇宙要爆炸了。好，下一位要登场的是魔都 KTV 歌王，中华小曲库郑恺。我误会了自己三十多年，我从出生就是一个误会，继续误会下去吧。
低声部啊，真的是非常吸引人。然后后面你又用高八度来唱，就整首歌你就把我们前面抱一抱那个不好的地方，全部都你都把它吸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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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有啊，吸收了所有的不好。我的吸收还不错，所以是不是让杰哥也来唱一首？不是，因为我不敢来，因为来了别人老说我们在那儿显耀。我们来的就是要显耀，一二三，走你，来。说不上来别说谎，就一点喜欢，说不上恨别纠缠，别装作感叹，只能叫我太麻烦，不停让自己受伤，我告诉自己感情就是这样，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。哇哦，可以了，谢谢谢谢。导演组肯定是搞我，肯定是搞我，这是张杰的调好吗？怎么可能给我这个调？揭晓吧！哇，绿队有什么感想？不敢想，想都不敢想，想都不敢想。那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这位实力唱将、歌神、歌王、南昌第一、复古舞王邓超。我回避一下。升个 key 吗？完了。我觉得我今天是来健身的，我的腹肌快要出来。因为我啊，受到前面这个，你也吸收了前面的东西是吗？我吸收了所有前面不好的养分。我本来想特别认真的唱这首歌。我来的时候也是想特别认真的唱成一首歌，是不是？一上来就垮，发现是不可能的。对，你的袖子露出来了。耶、yeah, ！我背就是。太棒了！哎，等一下啊，你们队还有吉祥物啊？对，这是谁？这是女儿给的一个。哦，好可爱啊！你这样说，以后杰哥每次上节目都要带女儿的东西了，我跟你讲。而且人家还会带两个。真的吗？带。接下来的这位。可以让耳朵怀孕的海淀区的美男鹿晗，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，只会傻傻地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那么的纯净。直到你收到了上榜的通知单，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，不是为你而高兴，还为自己忧愁，只好就让你走。不明白，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不能放得开，舍不得这个爱，你是一生一世不会了解。我明白，我
心中你永远存在。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不在。Oh no no， 或许你会有一天怀念，可是我已。不在，嘿，嘿，哟，呼，哇，嘿，哦，唱那么好干什么？刚才，刚才我问什么？我就问一下，为什么他们都吸收，你不吸收？今天是一个垮掉歌王的舞台，你为什么唱那么好？你这根本不是标准。刚才哥哥姐姐们唱的风格你没有听吗？在后面你们不是已经正常发挥了？为什么不跟我们的风格啊？我们是超常发挥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嘉宾？对，我们这样回到座位，还有一位嘉宾。喂，回去，回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下等等，你看分队，分队，分队啊，对，分队，绿色，绿色，最后一位，让我们欢迎一唱歌就掉粉的王大陆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给下面一起唱。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让我对抗世界的距离。帮帮哥们，来一起。唱得好，唱得好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还没结束呢！这么多人都没有baby， 不要教他了，真的 baby。baby 特别认真的看着大陆说：“很小心。”我跟你讲，坐在下面的时候，就是 baby 在旁边一直在唱，就是神调。我在一直跟上这首歌，我发现唱两句，我就算了，不唱，根本我哥没有办法。大陆什么感觉？你介绍的很好，一出来就掉粉，这个真的。刚刚大陆其实是可以唱的很好，但是被观众的各种的声音带走了，你们都各种的 key， 你知道吗？他就找不到那个 key 了，对不对，大陆？对对对对。先来揭开大陆的身份吧。好，来，一二，耶耶，粉色，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，张杰、张靓颖和王大陆，欢迎大家。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们的超哥今天是带伤上阵，因为虽然他没有讲，其实是因为在我们上一轮的录制当中小心摔倒，然后撞了肩膀，所以就是一直挂着这个袋子。特别感谢超哥。现在要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和夏天非常非常般配的音乐特辑，所以今天也请到了我们两位专业的歌手，张靓颖所带领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天籁队歌手，对，说明大家唱的都是比较好的。而我们的张杰带领的另外的四位成员，你们所组成的队伍是音痴队，音痴队，音痴队，什么音痴？你说什么？你们是音痴队。再想一下，我直接给你一次机会。再想一下，比如说，你知道，哎，我们两个拳头大的沙包，有没有看到？沙包大的拳头，在说什么？好好想一次，你哪怕是奋发图强努力，对，也可以，好好说，再想一次。好了，我觉得你们也接受这个事实，别抗争了，赶紧上场。陈赫、李晨，我们接受音痴队，我跟他解释一下什么是。
音质的。不，我现在理解为其实不是那个痴，对，是痴，是对于音乐非常痴迷的意思。不是，就是唱的不好的意思，就是音痴。对，还在呢。我不能允许欺负任何一个队员，对不对 ？Team, you know team, 音痴队，请你们归队。今天的最终任务就是你们两队将分别前往录音棚，以合作的方式录制两位歌手的代表作，张杰的《这就是爱》和张靓颖的《另一个天堂》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更美。在节目播出当天，我们会将制作完成的两首歌曲发布到微博、QQ 音乐、酷我音乐和酷狗音乐上，由观众为大家投票，累计得票高的队伍获胜，得票低的队伍会受到一个非常生猛的惩罚。惩罚。我们将进行攻守交替撕名牌。我们的对手是 9%。杰哥，杰哥，包他，过来。放我一马，哥！放我一马！哎，你哥找我一米！哇！子文哥，你给我站住！救命啊！我要帮我的兄弟撕回来。我的天，不是弹射仪，居然不是弹射仪！我们有个球是什么意思？还有 DJ 耶！今日是人在燃烧应景该，是生命已经快烧开。欢迎大家来到泳池，今天你们会通过一系列的任务来为各队赢得一定数量的基础票，最终和观众的投票相加，累计得票高的队伍获胜。哦，已经有票数。对，我们今天音乐特辑的第一项任务是原声带竞猜。Cool. 原声带竞猜是什么意思啊？原声带竞猜，两队成员听音乐猜出影视剧作品，在规定时间内抢到球的一队获得答题权，答对可获得相应票数，若答错答题权归另一队，并要接受惩罚。两队派出要接受惩罚的队员。不用考虑我的感受。来这个，我要上去两个手走的时候。现在请给两位受惩罚的队员上气球，上气球。什么？上气球啊！我们问一下啊，这个气球是做什么的？炸的，炸的。回答非常正确。你最近有点意思。在我们正式开始游戏之前，先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DJ 李易可。他是中国唯一一个进入世界 TOP 一百的女性 DJ。哇哦！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俩？第一轮，请出歌。什么歌呀？什么歌？这是什么歌？这什么？好熟啊！
三，好球。三，你知道歌吗？我给你重演一下刚才发生了什么。刚才亮颖接到了球，我说亮颖，你知道是什么歌吗？我不知道。请音痴队作答。非常非常火，每到暑假都会播出的《还珠格格》。回答正确。什么什么音痴队，这么努力的拼命。第一轮恭喜音痴队回答正确，可以获得1500票的基础票。第二轮请出歌。这太 easy 了吧。什么电影？哎，时间已经到了，两队都没有抢到球，所以两个成员都要受惩罚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我觉得没有抢到应该喷他们自己。好可怕，很可怕，非常可怕。出歌，这是什么？3、2、1，拿球，拿球！亮颖永远第一冲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保持住！看到他们好可怜，拼到一点体力都没有。你知道歌吗？情深深雨蒙蒙，雨蒙蒙。世界只在你眼中。哎呀，踩到我手了！我的手。五个千行泪，情在回肠荡起酒。后面。为什么要给他？这个是电视剧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恭喜音痴队回答正确，请邓超接受惩罚。太好了，炸他！No！炸他！
嗨起来！啊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炸他！炸他！哎，感觉太好了，秋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搞错了。搞错了！竟然搞错了！搞错！我告诉你，我是鹰吃队。不是白痴队，恭喜鹰吃队回答正确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难度附加题，回答正确的队伍可以获得3000票。那我们请出六位来自苏州的95后琵琶乐师。哇哇哇！哇塞，好美啊！第四轮，请出歌。三宝哥，多梦多么寂寞。哦，知道了。啊！哎，棒棒棒棒！哎，棒棒棒棒！谁给你棒？谁给你棒？Sometimes I feel like everybody's got a problem. I'm gonna be laughing, laughing, laughing. Oh, John Jay, Hammond. We gotta get through this. Last 10 minutes. Come here.No， 无敌这首歌居然会输给他们。曹哥，听好了，美人鱼，回答正确。是多梦，多么寂寞。马上进行最后一轮，加油，千百岁。张艺谋导演的那个《十面埋伏》，他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哦哦 no！ 这个太简单了。李晨，《十面埋伏》，张艺谋导演的那个，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？就叫《十面埋伏》。啊，对，耶！强啊，小乐！强啊，小乐！最后10秒，太狠了！天哪，你们在干嘛？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！夹住，夹住，夹住！文笔好厉害！请鹰吃队 Angelababy 作答。十。不是不是，等等，不着急。是的，是的。是十面埋伏，申哥。好像是电影的十面埋伏，确认吗？不要提醒，让他们自己答。确认，确认。你们的回答是错误的，是错误的，回答是错误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因为鹰吃队回答错误，所以请天籁队鹿晗作答。周星驰的功夫。回答正确。耶嘿！邓紫棋魔那一段。恭喜天籁队获得这一轮的胜利。这你都知道。再次感谢我们的六位琵琶乐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欢迎大家来到苏州龙湖天街。我们已经有多久没有来过商场了，朋友们？哇，我上次来的就是商场，感觉走进这个地方，见到你。这还有一个舞台，马上就来表演吗？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攻守交替撕名牌，攻守交替撕名牌，攻守交替。什么攻守交替？时间到，反过来。啊，我们试过。对，在这个任务当中，你们的对手
并不是你们彼此。啊啊！让我们请出今天要和你们对战的另外的一组成员，他们是越努力越幸运的人气少年 9%。让我们欢迎他们。跳一个，我知道多跳两遍，唱就没有体力了。哇，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9%， 我是 9% 的尤长靖，然后我来自马来西亚，在这个团队里面是负责主唱。哦，各位老师好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王子毅，然后是队里的 rapper， 他长得很像王大陆啊，你看。像吗？像吗？像吗？真的像啊。像不像？像像吗？像吗？比比谁的嘴谁嘴大，一二三，这什么台词？大陆大到我真的大陆像一个瀑布，一打开一个山洞，你知道吗？大陆真的，我能比得过吗？他可以吃拳头，表演一下，表演一下。现在当艺人真难呢，他比嘴大，要有这样的绝活才可以当艺人呢。OK， 来，一二三。你刚才的表情啊，是最没有偶像包袱的，厉害！来，我们下一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彦俊。哦，我在团体里面负责的是比较冷门的东西，对。看来能有多冷？能有多冷？来来来来，就是有两只兔子，小兔子跟妈妈去逛街，然后一只小兔子就笑另外小兔子说：“你这大舌头。”然后另外一只小兔子也说：“你才是大舌头。”就妈妈很不耐烦，就说：“你们都不要吵了。”结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哇 ！Amazing，Amazing，Unbelievable，Beautiful。这个世界以后不需要空调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非常。下位，哎，各位老师大家好，哦，我是 9% 的陈立农，我担当的是笑。笑也是特长嘛。然后绝活就还好，是手指比较有力。对。哇！笑，运动笑，边做边笑。已经笑了，已经笑了。这个动作不要多做，超哥之前也是这样的，你看现在。所以一定要笑，我就因为没笑，所以啪一下，真的。好，接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 9% 的范丞丞。什么担当？我也不清楚什么担当，我还现在还没有钻研通。帅，帅。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， 我在队里的担当是土味情话担当。土味情话。啊。土味情话。这是什么语言？是我老了吗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我也老了。
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Napson 的朱振廷，然后我的个人技是空翻。空翻，空翻，随时随地都 OK。真的，你要不到这个这个，别别别。我感觉你的腿已经到二楼去了，正面的，哇，它还不是侧面的，太强了吧！最后一位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来自 9% 的遛狗小鬼 ，AKA 快乐病毒。哇哦 ，Yeah yeah yeah， 遛狗准备，就是准备好了奔跑一生，为了争分夺秒，现在现在分秒必争啊 ！9% keep running， 千万场景，逐渐的什么忘词了啊，忘词了啊。太强了 ！Keep it real， 好垮，好垮，太强了。那么今天我们攻守交替撕名牌的所有成员都已经集齐了，我们现在正式为大家发布规则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兄弟团成员和音乐精灵分为两个阵营，进行攻守交替撕名牌，每十分钟双方进行身份互换，攻方在场内找到守方，抓住并撕掉守方名牌，即为淘汰，直至一方全队 out。兄弟团，在你们到达这里之前，八位成员已经通过发微博的方式为你们每个人挑选了一样物品，你们在防守的时候一定要带着这个物品，不能损坏，不能遗弃，一定要跟着你们，东西会一直跟着我们。没错，我就带个枕头就好了。然后你们在进攻的时候是可以不带这个物品的。是什么？欢迎 9% 的各位成员来到奔跑吧。好，各位本期的特别来宾，今天你们的身份是音乐精灵。音乐精灵，首先我们要给你们送上你们的名牌，有请。等了好久了，哇哦，哇哦，谢谢谢谢。The music going round round round， 好紧张。Let's go, 9%。在开始撕名牌之前，你们身后有十个大的盒子，这十个盒子里面分别装着十种不同的物品，选择哪一个盒子给哪一位 MC， 这个选择将交由微博的网友来决定。这个五号太大了吧？这么大的盒子，说不定是一个这么小的东西。小的东西，米，要把那个米粘在身上跑。我就有陷阱。接下来就请你们分别领取OPPO R15手机来发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跑男，我们现在要为陈哥选择他撕名牌的道具，这里有四号、五号和六号，大家要选择哪个呢？待会要给超哥、陈赫哥、祖蓝哥、Baby 姐选道具，大家要选哪一个呢？来，用我们的 AI 智能人像模式拍一张照片，把背影都拍出美丽的感觉。接下来按照时间排序，第一条有效留言就是答案。公布。选择的是二号，哇哇哇，有好多说七的，三、四号，张颖姐姐是五，张杰哥是十。现在你们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们每个人要来抽取一个小的名牌，这个小名牌上有不同的数值是贴在你们身上的。我是八千，耶。他们是我们的猎物啊！对，我怕我追不上票。你们每撕掉他们的一个名牌，就可以获得他们相应的票。谁撕掉的，那么这个票就归哪一队。如果他们撕掉了你们任一个成员的话，你们必须无条件的微博上再关注他们。现在有请兄弟团就位。杰哥，杰哥，包他，包他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拉回来，包你马哥。对不起，我。你还躲呢？这轮我要把我的兄弟撕回来。啊！哥哥，如果好笑的话，可以放过我吗？好笑的话，一定放过你。我说的是，我不会放过你们。这么大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？这是我的出生地而已。天哪，我最怕的东西，防守方就要绑着气球，完了，飞屋环游吗？天哪，这个阻力太大了吧？这么大盒子，比我想象大很多。这是什么？难道我要把它戴在头上吗？今天我第一次做这样水冰月的发型，才做了几分钟就没了，变成一条鱼。
太垮了，这些孩子有毒。这是什么？洗澡盆儿，怎么那么方便？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？我要抱着他走，这也太难了吧？你说这个怎么躲？我是可以，就是待会儿躲在里面吗？小熊，放心，我在，熊在。这也太狠了！天哪，这怎么跑啊？这抓到就死了。我滑得这么快，他们怎么追我呢？哎，我有机会藏在里面吗？去找个地方。哇，谁给我选的？拿一个被子。我为你们选到被子而感到骄傲，有本事别被我抓到，逮到一个，处理一个，绝不手软。看到猎物就像看到吃的一样。有多少？要四几个？开始了吗？小白，小白，你这个东西好大呀！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折起来，对吧？我是在想说，他们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跟上。先跑吧，我觉得真的。那是谁呀？我怎么走了这么一条路？我疯了吗？这个也太急了，会有点累。啊，好紧张。其实会躲得很好。要检查一每个有可能他们藏在店里面啊，发现人就叫起来，直接都往外围。Let's go。太厉害了，真的！相信他们一定会挑自己喜欢的店，所以我们也看一下这些店有没有什么，哎，符合他的个性，符合他气质，哎，我们就进去看一下。好，有没有？我已经闻到了猎物的味道。对，看到没有？像这种有没有禁止通行？我如果是我，我就走进去，那就走进去吧。行，那他禁止通行是啊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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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个熊孩子？那条鱼太垮了。你带的个什么鬼啊？来了，你别走了，我这把你走开。
快抓他。啊，沉了，沉死了。陈哥，我错了，陈哥。李晨晨想把我杀了，想把我弄死就行。他怎么会选那么愚蠢的？啊！李晨啊，李晨啊 ！What？ 陈哥 out 啊！我啊？李晨 out。他们有这么厉害吗？那不，第一个 out。陈赫，真的，我没话讲。关键时刻，孩子就是这样抛弃了母亲。我觉得我不适合进攻，我是个防守。你比较有经验，程程。我没经验，我也没撕名牌上次。你没撕过？对啊。来感受一下。别别别别。上楼上楼上楼、哎、上楼！我跟你说找什么？找他们的摄像大哥。摄像大哥？对啊。他们真的好会躲啊！哎，我觉得这里可能……对，不好意思，韩哥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这个太危险了。哇，韩哥，帮你选的吗？这么快吗？哇，鹿晗被 out。还没玩呢就被 out 了，好失败啊！今天度秒如年，这种感觉。Mr. Fish， 哇，好多好吃的呀！姐姐可以吃吗？我想吃。哎，你好，哥好，哎，弟弟，哎，我们结个盟怎么样？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放过三个人。哦，那就没换，真的，真的，仁义。抱抱一下，抱一下他，抱一下我。你是在外面了，保持一个安全距离。我觉得，就我喜欢你很久了，真的吗？你像突然表白，弄得我，哎，没事，就弄得我有一丝紧张。哎呀，成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哥，哎呀，哎，成成，成成，哥，哎呀，快了，成成，哎，成成，成成，快来，哎，成成，成成，哎，哎，我突然感觉捂不住，成成，成成，不够吗？成成，又不好意思，马上被握住了，真的。没关系，很好。这个鱼头，不要让我找出来是你们谁给我的。好，好，好。谁给我弄的这个东西？你真的好丑啊！你这样很丑。哎，你好。距离 9% 攻击结束还剩最后一分钟。哇，一分钟，我们是不是要藏起来了？一分钟，走。倒计时，10、9，我们要进攻了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本轮攻击结束。找死吧！嗨，姐姐。哇！现在我。打游戏还没开始吧？游戏怎么还没开始？3、2、1，游戏开始。可以开始了。疼我，今天你觉得放松我。大哥，你这样真的好吗？
小哥哥，太惨了，小猪，算了，我们真的不忍心看见你这样。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。啊，你在冷我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真的太辛苦了，跑了太久。多少？多少？哇！我赚到了 ！Oh my god！ 哇，这么快！我只能说我很光荣，被动作人追。那谁？那谁？往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过去吧。是我队友还是对手？没看不清。王子毅，王子毅，聊聊聊聊聊聊。大陆哥，哎呦，别跑，别跑，别跑！哎，哥，陆，好了，快，兄弟，你不跟我聊一聊？聊聊聊聊。子毅，哥，大家聊一聊，聊一聊，先聊一聊，先聊聊。放我一马，哥，跑不了，跑不了了。聊一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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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聊一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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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大哥，大哥，先不跑，先不跑，有前有后，是吧？对，夹击的成功，夹击在，单追他们跑得很快，对，哇！哎，你们两个兄弟，这样走两步，是。我觉得哥挺照顾我的，来吧，五局三胜哈，五局三胜好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布，哥你有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来，太好了，哥，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，哦，五局三胜哦。石头剪刀布，啊，那你可以走了，对不对？君子协议，下次见。谢谢哥，谢谢姐。我石头剪刀布从来没赢过，啊，我石头剪刀布很少输的，可恶。监控是在哪里？就在楼上。楼上，那我们去楼上吧。上上上上，我们保存点体力。好了，这边了，范丞丞在这里，楼上吗？追他！这两个就不好追啊，是不是能走？你看见你们俩了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在试衣服吗？没有来吧？没来，没来，没来。范丞丞啊，真的蛇一样。快快找呗！范丞丞，范丞丞！啊哈哈哈哈！啊哈哈哈哈！来了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！子阳哥你好，我都跑不动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最厉害的就是冷笑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对，冷笑话，现在讲一个冷笑话。我刚刚讲一个冷笑话，挺好的。不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冷笑话。如果好笑的话，可以放过我吗？好笑的话，一定放过你。你知道青蛙吃什么东西一定会噎到吗？嗯？什么？是南瓜。为什么？因为南。南瓜。各位是几个？我给你一个 IQ 题好不好？为什么我要撕你，你躲不开？为什么你要撕我，我躲不开？因为你现在三面都是阻拦。我三千票哎！三千啊！好多，辛苦啦！很好。得赶紧找，要不然自己躲藏的几率就越来越少。我看到左阳哥大意了，感觉其实是非常的差。他们跑太快，要不偷袭。你根本没有来找我。问题是，
他刚刚看不见我看见他吗？他完全没发现我，我真的那么矮？真的这么多啊？完蛋了，我要死了！里面，里面，我看到他跑进这个。啊，勉强一下吧。这边没有吗？在我面前走过去，你完全没发现我，我根本就看到你。老板，继续找。今天呢，还是很开心，可以来到跑男。虽然被淘汰，可是怎么样都没有想过可以来到这里。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来玩。陈立农，陈立农，我的农农，我的农农 out。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。我都是自己一个。进攻时间倒计时，十。又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又回到我的老巢。这轮我要撕回来。有多少个撕几个？休息，现在空手交不要吧，我刚刚完全没有看到你，我刚刚就是想看卫生间正确的方向，好久完了，救命啊，跑得好快，好嘞，我唱歌给你听，我唱歌给你听。我不行啦，对不起，好累。有没有种害怕的感觉？确认过眼神，我一生他们叫你。超哥，超哥，表演个才艺。表演个才艺。我表演，我表演。天哪！要不你换一个人的位置给我。交换，对，交换钱。哎，我跟你说一个，死掉了吗？你看我都不走，我们在聊天。为什么啊？就是，不就是什么？我给你按摩一下，我什么都满足。啊、我是爱你的邓超大哥。邓超二，小白，我们两个相依为命啊。躲起来了，变身时间到了，穿上黑色的外套，再找一个摄影师，最好就是有个。会在什么地方呢？箱子挺奇怪的，哎，不会藏在箱子里吧？
子文哥，你上去吧。我是不是太矮了？你看不见我？没，我以为你是摄像大哥。对不起。后会有期。哦，帮总能报仇啊！啊，我不是第一个被 out， 我已经进步了。王祖蓝吗？王祖蓝被 out， 没给我躲呀？他那个黄玉文，你看到了吗？抱他，抱他！你从这儿，你从这儿，我从那儿。这个太好了。等一下，整整，让我穿好。等一下，大哥，不是，我还没穿好。这样，商量一下。这样，海哥，你跳段舞好不好？没问题，跳一段可爱的。没问题，让我们觉得，来，你出来跳。9%， 我给你们表演一个你们刚才在舞台上的舞蹈。3、2、1，走，嘿，下一秒向你靠近。我已准备已久。下一秒向你靠近，我已准备就绪。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哎，我有没有学到精髓？好，放你心吧。好，谢谢。先走一段吧。等一下，你抱着你的苗啊。我应该不能随便乱走，我觉得我应该在哪里站着。有人来了，辛苦了哥，辛苦了，这海哥辛苦了。所以他们是觉得我辛苦了，所以不撕我是吗？我挣的是辛苦钱。啊。啊，太辛苦了。我刚才穿着一身青蛙，巨热，穿进去热到爆。你躲一个地方吧。可以啊。走。我看到 baby 姐，baby 姐是我的。又来了。我来了。B B 老师好，晨晨，晨姐，你看不到吗？你看不到吗？我看到了。你后面。我看到了。不过你后面。嗨，想要你的微博。我把账号密码告诉你。你帽子上看了。哥，辛苦了，我是想早点解脱你，我怕你拿这个盆子。是的。撕的痛快一点，好吧。真的跑得这么快的 out？ 逃跑，赶紧溜。亲爱的 baby 姐 ，Hello。哎，他们都在楼上哎。谁你说的 ？Hello。我看到在追 baby 了。姐，不能再放你了啊！啊！好，快！好，微博关注。微博关注。好嘞。你就睡在这儿吧。我在这门口守着。哎，杰哥！
这个拉回来，拉回来，他不能丢。这个，哎，不能丢。我们可以放你一条命，表扬你的才艺，唱一个那种特高的那种。对，我们就坐在这听这个。OK， 勿忘心安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们要记住勿忘心安啊。好。早已该放手，这无休的阴谋，玩笑已过分，不由不该。一路还有汗流，梦还没有腐朽，命运到最后，记得勿忘心安。张靓颖，敲敲敲敲我的头。啊，这东西是合理的吗？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这不是结局，来吧，动手吧，我很爱你。张靓颖，好，选个被子真的是，姐姐记得放过我们啊！放过你们？谁答应放过你们了？我是说我表演才艺，没说放过你们。你们这群小鬼，杰哥你说啥？啊！你刚才说啥？我说我要放过你们。好，完了。反应之快，我跟你讲，证明我还……我说啥呀？我来跟你说说，我说啥好不好？范丞丞，我说的是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，我不会放过你们。他们刚刚是从这边走的，好不好？这两个 ，Justin， 杰哥，我不会放过你们。赶紧跑，分开跑，分开跑。你跑，你跟我跑。我看到你了。你刚表演唱歌，我现在表演跳舞，好不好？来，让我牵着你的手去外面。你看啊，对。杰哥，杰哥，来吧，杰哥，一万分的小弟弟，妹妹。杰哥！哇，杰哥太帅！杰哥，你真是大魔王，原来是你，太帅了！我看你跑得又快又狠，是吧？我先走了。杰哥，杰哥，包他，包他，杰哥，包他！哇！大陆哥，放过你一次，放过一次，好好聊，好好聊，好好聊。这层看来是安全了，我们这在这等到时间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好累。Hello。完了完了完了！哇！张继哥，饶我一命！张继哥是这个，我错了。杰哥，我来，杰哥我来，杰哥让给我，杰哥让给我，杰哥杰哥让给我。啊！
加油哥。Sorry Sorry， 没事没事。哦，你好会跑、啊，真的。哇，你就是那种刹车任务。你很棒。耶。Hello。哇，英雄。哇，你怎么会跑那么快？真的已经把我跑脱相了，我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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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刚才 9% 撕掉的哪位哥哥们，现在要无条件的来关注。我是程程是吧？哎，是你撕的我吧？对的。哇，已经关注了。那我们现在撕名牌的任务就已经结束了，获胜的一方是兄弟团。我们现在觉得自己哦，这个跑步啊要好好练习。我遇到的跑得快的范丞丞一个，还有王子异。谁是被杰哥撕掉的？我真没想到，我那么多。上次来杰哥被秒撕，上次主要是因为鞋太滑了，这次跑男的鞋非常有长进，抓地力非常强。我们最后再感谢 9%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，谢谢非常感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太棒了太棒了。虽然你们没有成功，但是因为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，表现也很棒，所以我们这个礼品还是送给大家。漂亮啊！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两队赢得的基础票数：英诗队45000票，天籁队16000票。接下来我们将前往最终的场地录歌。节目结束之后，我们会将两队完成的歌曲发布到微博、QQ 音乐、酷我音乐和酷狗音乐上，由观众的投票来决定最终的胜负。奔跑吧，音乐！大陆总感觉上跑男就有什么感想吗？不能这样，太疯狂了！你们两个吃口香糖好吧？要拍我的直播，我来。啊！怎样吧？我感觉像在坚持，有一种很吓人的感觉。没事没事。放心，我跟你说，录音是我的强项，录出来一定必须好听。我觉得咱们这个队啊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差，千万不要失去信心。你的实力我心知肚明。欢迎大家，现在进入到歌曲练习的环节。哎，大陆，你要唱《这就是爱》，这就是爱。经历能唱成什么样就唱成什么样，但是我们什么意思？我们虽说叫了这么一个名字，但你真的把我们当成这样一个队伍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把大家对于跑男的爱全部注入在里面，甚至会唱感动的，信吗？秒掉你！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。问题忽然你去隔壁那个队，没有一个音是对，这个真的很难。这个拐，我说我录歌的时候最怕这种，进到第二段就开始有规律了，难度极低。你唱唱，你说我这个，对。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。暗号，暗号，暗号，好油腻啊！这个凯哥教你个技巧啊，凯哥，你把前一个字和后一个字当一个字唱。哎。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是一个暗号。你今天啊，你就被这个暗号摁在这儿了，真的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这就是爱。这就是。为什么给大陆建这句？我跟你说，哎，当他唱《这就是爱》的时候。我就一把掐到他大腿里边，这就是。反正你要这样，前面没有表情，应该是。这就是。这就是爱，即将出炉。录音。哦，这个地方很棒哦。我们来走一遍。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，取代。我们怀抱里的这一 ，sorry， 好听的，他即使哑哑的，音色是好听的， okay， 你不要介意他。好，再来。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，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。OK， 好，完美。你取代
咦，很奇怪这个音。你取代的曲字拿下来。我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录，我只挑要的东西。这一秒我生命空白。钱唱错了啊，去音痴队好不好？这个人。回不去的阴霾。你不要说回不去的阴霾，不然的话你气息就不稳了。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，于是一口气唱完。这就是这这，你低了。这这这，再一次就唱第一句。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直接唱这一个天堂。 Right or go，我们这些男中低音真的要唱李红的歌。拜托，你是太累了，到这个点声音哑了，是状态不好的问题。好，再来一遍。另一个天堂。中文，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旋律再说吧，先把节奏对齐就行。又说晚安，以为每天都会说晚安。前一秒，前一秒。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梦想，无限的快乐。时间的起来。现在两队的录歌都已经结束，马上我们会将这两首歌曲发布到微博、QQ 音乐、酷我音乐和酷狗音乐上，由观众进行投票。结合之前你们赢得的基础票数，得票高的队伍获胜，得票低的队伍，你们要接受的惩罚就是我们会公布你们的未修音版本。公布未修音版本。Oh no！现在请各队为自己进行最后的拉票。香港的朋友，澳门的朋友，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投票。我们这个这就是就是录给你们的。四川的朋友一定要记得投票哈。观众的老乡啊，北京的都给我投票，听到没有？你听到之后，如果内心有感动，就投我们一票。我们的胜利是在你们公平的耳朵里。我相信你们是最棒、最有爱的观众。快给我们投票吧！
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，给的爱多么纯粹，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爱是直达的路线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
板那么一打呀，是憋的他不跨。八位跟你们自己的 VJ 赛跑，只要你能赢，我们来加班。来到香港，吃的全归我。实话，我要你帮我五年的钱。我把我的诚意给你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